呢個圖咧，咁就係 M Q 同埋呢個 P N 咧，就相交於 O 呢一點，就叫你證明呢兩個三角係 similar， 咁好易嘅啫。咁因為咧 M O 同 O Q 嗱，你對翻嗰個邊長嘅位嘅啦 ，M O 一三啊，對翻 Q O 一三，記唔記得個位置啊？咁所以你要咁樣抽翻嚟條邊去比 ，M O 除 Q O 咧就係8:20，密度幾化簡變咗2/5啦。另外啦 ，NO 咧就對 PO 嘅，睇翻個題目嘅三角形都知噶啦 ，NO 就對翻 PO， 所以7除17點咧就係2/5。啊，跟住你要寫呢句嘅 ，MO over QO 等於 NO over PO， 呢個你要寫埋 ，OK。然後另一方面啦，呢兩隻各一樣啦 ，MON 等於 QOP， 咁 vertically opposite angle。咁所以嗱，有兩條邊嘅比例計出嚟一樣。然後有嘅對頂角相等，咁所以咧呢兩個三角就 similar 啦。原因啊 ，ratio of two sides include angle。咁 part B 啦，如果呢個 MN 6.5就揾翻 QP， 咁好易啫。咁你只要用翻呢個相同嘅比例就得噶啦。MN over QP 就等於 NO 除 PO， 跟住代翻啲邊長比例落去計，計到 QP 咧就16.25啦。呢個好 standard 嘅 similar triangle 題目。